干啥呀？老板娘，这里是九里香酒馆吧？那不写着吗？不认字儿啊？你要不写这九里香，我们还真摸不着门呢。咱不开张啊？为啥不开张啊？不开张不得饿死啊？几位爷，里面请。进吧。 先填饱了肚皮再说。走。叫。大哥，来，尝尝我这的烧酒，香着呢。 免了，我们不喝。干嘛不喝呀？这大老远的过来，这么冷的天，喝点酒也暖暖身子呀。大哥，一看你应该是从河那边过来的吧？你咋知道？一听口音啊，就能听个八九不离十。嗯，来来来，喝点酒解解乏，提提精神。来来来。嗯，既然老板娘这么说了，怎么着？ 咱们就来点儿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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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老板一看呀，就是爽快人。你说我这酒馆里面来来往往的那么多人，见的人可多了，可大哥一看啊，就不是一般人。老板娘真会说话，到我这儿啊，就跟到家里一样。你们吃好喝好呢，我心里也踏实啊。小花姐，咱可找对地方了。 怎么了，大哥？怕我打听啥呀？啊，不，老板娘，不瞒你说，我是李家票号的管家邢耀堂。好啊，既然大哥这么信任我，我跟你干一杯，来。我今儿碰到女中豪杰了。 什么女中豪杰呀？哎，大哥，你是不是过来找人的呀？爷们儿，你真成了我肚里的蛔虫了。你说说你，直冲我这九里香酒馆过来了，不是找人是干什么呀？你这儿是不是有个叫大龙的？大龙？对，就是在你这儿耍过刀子的，上回来了俩兄弟，可叫这个大龙的吓得跑肚。 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两个兄弟啊被吓跑了，把我也给吓得半死。不过你说的那个大龙，我好像没听说过呀。他不在你这儿？<笑>他怎么能在我这儿呢？你说我这酒馆里面天天来来往往的那么多人，来的都是客，谁我也不敢怠慢呀。你说的这个大龙啊，有可能在我这吃过饭，歇过脚。 他要是得罪你了，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。他真不在你这儿。大哥，你这是啥事儿啊？非要抓那个大龙啊？不光是大龙，还有他的婆姨春桃，还有他兄弟二虎，这几个人一个人都不能少。啥仇啊？弄那么大动静？这你就不必打听了，反正这几个人死定了。 大哥，你说的那两个人吧，我是不知道，但是你说的那个大龙啊，我知道他的去向。真的？是啊，那天那个叫大龙的跟一个骆驼队的老大在说话，说什么他要去包头，我听得真真的。不吃了，这就去包头。走，走，走。哎，大哥，您别这么着急呀、啊，哎，路上得两天呢，我给你准备点烧饼吧。啊，小二啊，多拿点烧饼过来。来了。 老板娘，逮着大龙，有你一份功劳。小心点儿，路上有胡子。老四，老四，老四，你快出来呀！哎呀，一惊一乍的，喊啥嘛？要出大事儿了！咋了？走，那屋里说去。不，你快把马借给我用用。干啥呀？大龙去嘎三店了，我得赶紧把他给找回来呀！不用了，我在这儿呢。
苏老板，有啥话你跟我说，我给大龙带到就是。行行行，你就跟他说，让他赶紧回来。哎，对了，二虎和春桃还在你家吗？对呀，让他们赶紧走吧。河那边来人了，说是要抓他们，不光要抓春桃，还连带他们兄弟俩，说是钉子死罪呢。反了他了，我看他谁敢！真的，还带着枪呢。那。他们人呢？被我支走了，这去包头了。苏老板，你让二虎和春桃赶紧逃吧，要不然就大祸临头了。我还就不信了。他们俩在我那儿，你们就放心。二虎，我想就这么躺着，就你，还有我。日出日落，日出日落，天荒地老，天荒地老，你咋老选我呢？你也给我说一个。哎呀，我又没上过学，哪有你们多花花词儿啊？涛儿，要不要说说咱的娃吧？哎呀，你不害臊，你哪有娃呀你？嗨。咱俩都那个了，人家说了肯定会有的。净学坏，你不学好。哎，桃儿，你说这天儿啥时候黑？啥意思啊？我啥意思你还不知道啊？哎，那什么？啊？哎呀，烦死了你！回去，回去再说。走。你扔。哎，嫂子，你可回来了。你是？你看看就明白了。嫂子，我们在路上遇到了黑风，大哥被石头撞了腰，下半身已经不能动了。我们带着他走了小半个月，实在没办法，只有送你这儿了。谁啊？孽障。兄弟，你们进去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嫂子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谢谢你们。走了，嫂子。河那边来人了，河那边来人了，屡家票号的。嗯，在哪儿呢？我找他们去。你干嘛呀？你鸡蛋碰石头啊？他们都带着枪呢。带枪咋了？我不怕他们。大龙，你别那么冲动，行不行？你这不是往虎口上撞吗？我好不容易骗他们说你去了包头，过不了几天他们就得回来，你赶紧逃吧。他们还回来？好，我就在这等他们。行，你要是不怕死。你就在这等他们，我不怕，我就在这等他们。大龙，你怎么那么犟呢？刀都架到脖子上，你不怕呀？我怕啥？我还正愁找着他们呢，让他们来好了。行，你要是不怕死，你就出去死，别让我看见，现在就走。
走就走。大龙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就听我一回吧。姐，大龙，你要还认我这个姐，你就听我的，行吗？我是为你好。大龙，你找一个地方，先躲起来，过一阵再说，行吗？大龙，我跟你说，大青山有个矿，矿是陶家的，那个矿的把头黑子跟我很熟，你去找他，在矿上先待几天，吕家的人是不会找到那儿的。到了山上以后，你就一直往前走，只有一条道。黑把头要是问你是谁，你就说是我表弟，啊！我走了，我二虎兄弟和春桃咋办？你放心吧，有苏嘎三在呢。二虎，哎，天上飘来一疙瘩云彩，怕是要出事儿了。干爹，你说啥？河那边过来人了。我就知道，他们这回来啊，可是带着枪的。干爹，他们来是要春桃命的。来就来吧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两个我杀一对儿。你能杀过他们？大不了跟他们拼了。傻小子，不还有我吗？干爹，别忘了，我还有个当胡子的儿呢。我前日子已经托人给我那儿子捎信了，谁敢动他老子一指头，他能把谁大卸八块。该干啥干啥，你当你的新郎官，春桃啊，做他的新娘子。你们俩成亲的日子，我去庙里求过签了，就明天。行，干爹，都听你的。阿虎，明天你们真的要成亲了？嗯。你看那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都在笑呢。真好。明天春桃就是我媳妇了。你说你回来干啥？在外面算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有个人样吗？我上辈子欠你什么了？这辈子这么伺候你，你就会作我。江涛，你没嫌弃我？我怕你在外面给狗叼走了，还占人。那个人是不是你男人？是，咋了？咋也不咋。反正我也是个废人了。魏和尚，我今天让你留下来，是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。但是有两个条件，你必须得答应。第一，你必须要对汉儿好。第二，以后
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你不许管。行，咋都行。叔，涵儿，以后你管这个人叫爹。我有爹。我找你们黑马头，过来吧。啊，走。是九里香让你来的？啊，他是我表姐。哼，哎，九里香的表哥表弟一箩筐呢，你小子肯定是用脸蛋把他迷住了吧？哎，算了，既然是九里香说的，你这兄弟我收了。谢老爷，你叫什么？大龙。矿上的活很简单，只要你肯出力，手脚干净，是个人就能干。百爷放心，我有力气。看你这身板，干活应该是块料。这样吧，先安顿下来，跟大伙见个面。工钱嘛，一个月2块大洋。谢百爷。屋里头那个人才是爹呀！不，爹。孩儿，你怎么跟娘一样，那么死心眼儿呢？爹好。孩儿，娘也不想让爹走啊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有人要找他麻烦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一走。都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了，娘这心里头空落落的，掏心掏肺的难受。他在的时候，娘心里头还有一个盼头。娘找爹。回，你跟娘一起等着，好吗？兴许有一天，他就会回来的。起活是干不完的。哥哥，哎，大青山上平时有人来吗？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哪还会有人来呀？要不是为这俩钱，打死我都不上这大青山。谢谢你爷，邢管家。
谁让你进来了？桃儿，你真好看。谁让你夸我了？来，把这个戴上，给我看看。哎呀，还没到时辰呢。我等不及了，戴上给我看吧。来嘛。可是盖上，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好了，你别闹了，再闹就告干爹了。那我不闹了，反正你都该称我媳妇儿了。出去，快出去！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快出去！我来帮你，来，你小子别急吼吼的。我寻思着，跟春桃一成亲，咱就往西走。你是怕河那边的人？我不怕，我就是嫌他们没完没了的找麻烦，烦。不如咱们远走高飞，找个安生的地方。我跟春桃啊，给你养老送终。二虎啊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没白收你这个儿。可是，咱不能走，你是我儿，你得给我把脊梁杆子挺直了。哎，在这条道上，没人敢欺负咱们。就算他河那边的人来了又咋的？哼，还不知道谁收拾谁呢。干爹，你对我俩真好。这就是缘分。我去挑水，咱赶着院子撒一撒，去去晦气。快点回来啊！你一回来啊，咱就拜天拜地拜父母，给你们成亲。哎。相管家，那贵王的话你也信？信，那小子不惊诈。他是糊弄咱呢？哼，他不敢。要是抓住他，是撕还是绑？傻话，咱可不是土匪啊。掌柜的说了，这回逮着春桃和二虎，咱得连夜往回赶。他俩要是敢跑，就地解决。那还不是一样？要我说，不如逮住收拾了。懂个屁！掌柜的意思你还不明白？哎，那个大龙呢？不管了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哦，呀，干爹，干爹，这活您别干了。等二虎回来，我跟他一块儿干。不等他了，我比你心里还急呢。这点活我顺手就干了。春桃啊，你和二虎一成亲，我心里的这块石头也就算落地了。干爹，以后我和二虎一块孝顺您。好，好，我就知道我闺女心疼我嘞。干爹也心疼我们呀。春桃啊，回去把盖头蒙上，等二虎一回来啊，干爹就给你们俩主持成亲。干爹，还是你回去吧，外面风大，我在外面等等二虎。我进去也收拾收拾，装扮装扮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瞧，那就是春桃。他奶奶的，这回有好戏了。樱桃小口口，别个三。
天天。哎呀，桃儿，赶快回去，外面风大。干爹。干爹啊，总算盼到你们俩的好日子了。别看就咱们仨，这放鞭炮、揭盖头、喝酒吃肉，成亲的排场啊，咱一样都不能少。干爹一定让你光光鲜鲜的嫁给二虎。干爹，嫁了二虎，我还给您做闺女。行啊，闺女媳妇儿都行，反正是一家人。真好看。小管家，还不动手？该动手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动了。就一个老汉和个女子，就像抓小鸡一样。小看了那个女子，她可是练过功的。那咱就凭力气横。你是个笨蛋呐你！啊，手里拿的烧火棍。新管家，怪了，自打咱到这儿就没见过二虎。他不在更好，你以为二虎是谁呀？他能从黄河里把春桃给救出来，你敢保证他在背后对咱们不动刀子？抓不到二虎怎么办？不管二虎了，咱们就盯春桃一个。老爷最想要的就是他。九里香，傻婆娘等汗呐。狗嘴里面吐不出象牙来。你那心思谁不知道？哎，老四，你说我一大早起床吧，这眼皮就砰砰砰跳，跳得我心烦意乱的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大龙都到矿上去了，还能出啥事儿？老四，你说他们会放过大龙吗？这个我说不准。我估摸着他们是冲着春桃来的。要不然，我去嘎三店看看去。你吃饱撑的了？一个婆娘家到处胡跑，要有啥事儿，咱这儿也先知道。可是春桃她，你放心，春桃这闺女的命好着呢，说不定啊，她现在正和二虎成亲呢。你说啥？二虎和春桃？他两个成亲，你不知道吧？干爹，咋了？爹，有人。春桃，你赶紧去找二虎。那你怎么办？快走，春桃。你们这是干啥？问他。弟兄们，大老远的来了。来到我这店就是客。嘎三店虽小，可有吃有喝有睡觉的地方。春桃，还认识我吗？你想干啥？我想看看阴间的人啥样，阳间的人啥样。春桃是我的闺女，有啥话你就冲着我说。我不管你是哪路来的爹，这女子犯了杀人罪，她是个死罪。老人家，这回你该明白我们的来历了吧？我明白。可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得讲个道理。没啥可说的，拿人！谁敢？干爹，别拦着他们，让他们抓我。好，说得好，春桃。别以为上回二虎从黄河里把你给救走了，这回我告诉你，就是阎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来，给我绑了！干爹，娘，狗日的！干爹，娘，废物，给我狠了打！放开他！干爹，
干爹，别闹腾！你就是命再大，也没有掌柜的能耐大。别说你跑到西口外了，哼，你就是跑到天边，也照样把你给逮回来。走，走。先带着春桃先走，你们等把二虎收拾了，再赶回来。不许恋战，不许打死人，打死了人，我们谁都回不去。没问题。上山的，你们大当家的接到我的信儿了。信儿？什么信儿啊？没有啊。那你们来干啥？我们大当家说了，过两天就是您六十大寿了，一起上山热闹热闹啊。不去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您给个面子呗。我们大当家那是孝子啊，看您天天蹲着沙窝窝里不落忍呐。这么着，老爷子，您呢？先跟我上山啊，待两天。您要能享得了这清福呢，您就待下去；您要享不了呢，我再给您送下来，不就完了？说不去就不去。抢来的食儿我不吃，抢来的衣我不穿。这是您说的，好像我们这什么都不是了似的。你说了半天，哎。你咋不问问我这头是咋破的？哎呦，老爷子，你看看我这脑袋，我光记着大当家吩咐了。您这是怎么破的呀？我这店刚被人劫过。他妈谁呀？吃了豹子胆了？我弄死他！哎，老爷子，您放心，这仇我肯定给您报了。那咱这事儿……好，不说了。你们大当家的脾气我也知道，我答应。上山！哎呦，疼着这鞋！马老爷子，来！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成啊！您说什么都行。你去把春桃给我救回来。春桃是谁呀？春桃是我闺女。哎呦，老爷子，你这什么时候弄出闺女来了？你就说你硬不硬吧。你要不硬，立马从这儿给我出去！别！哎呀，您这不去我交不了差呀，老爷子。那你就快去！
他们往黄河边上跑了。行，您等着，走，过来。秦管家，二虎我们摆平了，咱要不要在抚远西街找啊？过不到河那边，咱们谁都交不了差。那就再也不管二虎了，生死由他吧。再牛弄死你！秦管家，有胡子。怕啥？胡子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会不会是？看看你们个个的怂样啊！还非敢枪！这女的是不是春桃？是春桃，没错，有人带走。别过去！哎，我我，哎，兄弟，春桃是我们府上的人，她身上有命案，我们要把她带回去。你要是缺钱的话，我这儿有钱。我。钱老子也缺啊，人也得带走，不杀你们灭口就是你们幸运了。哎，走，老王，老张，走。九里香，九里香，咋了咋了？慌里慌张的。哎呀，道上有人打起来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赶牛说好几辈人呢，我怕二虎和春桃他们出事儿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的吧，那可咋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，不管是哪一拨人，他们都要在这儿落脚呀。可我等了半天，一个人也没来。那打得厉害吗？刀枪都用上了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我要去找大龙，你把马借我骑骑。哎，你一个人去啊？对。哎，那哈二和和尚咋办？他们饿不死。看啥呀？看，没见过呀。九里香，这个大龙可是你弄到矿上的，咋的？这才两天不见就憋不住了？咋了？不行啊？招了吧？表弟是假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家里呢出了点事儿，你让他下山两天。怎么样？给我个面子呗。你九里香的面子我啥时候没给过？你说朝东，我绝不朝西。德行。不过，九里香，面子我给你了，你给我点啥？来，你过来。我呀，我给你两分。来来来，赶紧打，等啥呢？跟，怎么没个正形啊你？我跟你说着你呢，不跟你开玩笑。你要是同意呢，就让他下山两天，我马上带他走。你要是不同意啊，那我就自己走。瞧你说的，我说了不字吗？那你就痛快点啊。二当家的，今儿晚咱们还散不上散？弟兄们累了一天了，在这休息休息，吃点东西。狗啊，哎，你去把春桃放下来，松绑啊。元少，等小来子来了，明儿一块上山。好嘞。二当家的，这娘们儿收拾不都想跑啊？我跟你们无冤无仇的，你们干什么要抓我？别有眼不识泰山啊！今天没我们你早死了，自己身上有命案不知道吗？有什么话，等你干爹来了再说。
把这堵上。放开我！走，走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